兵退伍的地方，所以我跟花莲的感情是不一样的。像这次我第一时间就转发了所有的那边可以住宿的饭店，可以人家可以提供的房间，可以提供援助的对口窗口，马上请我花莲所有在地所有有利人士帮我去紧急通知。物资是他们现在不需要物资，他们需要钱。嗯，都打听过了。整个大捐的，就是我们是死撑半面自己捐的，应该七位数吧。要吓到吗？有，我不知道我洗澡了没，我坐在床尾，我就赶紧把我的包包给背着。我老婆说你在干嘛？你想自己跑？我那边感受到的应该是三级四级吧，嗯，就这样咚咚咚咚，那个声音好可怕，很像整个地表都在发出共振，地震真的很可怕。而且它这次的太离奇了，五级地震竟然超过四次，哇，以前等一个地震要等一年两年，现在随时来，五级不小哎。然后那整个灯晃的，这跟见鬼一样，他妈的 ！Oh my god！ 反正平常就要小心。我觉得水果真的很不行，现在多了一个天灾人祸。